我们之间除了当兄弟还可以当什么呢？在你身边的感觉真好。在哥身边感觉不好是怎样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哥，你干嘛下床乱跑啊？我的世界只为了那个人绕着。你是不是知道我喜欢男生的事？你知道那种心里装着一个人的感觉吗？装一天倒还好，你试试看一个月、一年，甚至是好几年。我们好一点。我这辈子会倒贴，只有一个人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是魏田，我喜欢我哥。给我滚！哥，你以为我想吗？我也痛苦啊！不要再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。我这一生的轨迹，用魏天两个字就能贯彻始终了。但我没有要让你负责啊。一直都会在吗？下半辈子让我照顾你好不好？我并不傻。我们之间除了当兄弟你还想当什么？伟君，我说停下来，听到没有？哥要做让你做。哥，我终于做到了。小伟，你不会是一个人的，你不用自己一个人撑着，我可以照顾你跟小宝。小远他喜欢男生，该不会小远喜欢的是你吧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是魏田，我喜欢我哥。给我滚！你们是兄弟，搞什么鬼啊？哥，听我说，对不起。全世界只有小远对你这么不领情。我现在真的搞不清楚，我对你喜欢和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是什么。所以这个决定可以这么轻率吗？我必须要想到未来吧。他的未来没有你，你愿意吗？小远，或者等一下，你来找我是因为你觉得愧疚吗？还是因为你在乎我？不是。我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